朱婷首秀进取16分成得分王，得亏女王回归，不然还真斗不过阿根廷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队阵阿根廷队。排球女王迎来了2018年度的国家队首秀，带领球队3-0战胜对手，三局比分分别为25-22、25-16和25-12。朱婷22中11，成功率50%，4-1-8共16分，进取16分，成为全场得分王。其他队员得分情况为刘晓彤9分，闫妮8分，王媛媛7分，杨芳旭5分，龚翔宇5分，姚迪1分，李盈莹1分，丁霞1分。此役的首发跟小编之前预测的完全一致，主攻朱婷、刘晓彤，副攻闫妮、王媛媛，接应杨芳旭，二传丁霞、自由人林丽，然后龚翔宇和姚迪准备两点换三点，要不是跟二传太久没配合有些生疏，再加上阿根廷的防守确实不错，成功率还会提升10%，就是因为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，所以一直在给两个二传实战的机会与朱婷多磨合，这也就压缩了新人锻炼的时间，所以直到第三局胜利在望的时候，郎导才派上几个替补队员亮相，其中包括球迷们一直很期待的小将李盈莹，不过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，就是发了两个球，然后给了一个后三打中了，没机会看一传顶的如何。挨下来的两场对阵日本和意大利都是硬战，估计也没多少机会看到李盈莹上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场中国队的网上优势展现的淋漓尽致，很多时候对面的球都过不来，最终技术统计拦网得分18-1，闫妮自己就拦网就得了7分，北长城的美誉真不是盖的。当然这也是跟朱婷在前排两轮的有关，两人并拦可谓是世界一流的拦网组合了，看着真爽，看一场就看怎么对付快速多变的日本队了，肯定又是恶战一场，我们继续为女排加油。